还比较好一点，完了昨天才开始，晚上好就是吧？晚上点。昨天晚上那还有点冷。下雨了。
还有个香纳，今天的香纳，香纳雷，香纳雷。一个他是老乡，他老乡啊，他你表哥啊？什么表哥？是啊，亲表哥吗？我不是，我是个姨老表还是舅老表？那上次就是上个月就是这个盐就是被就他了，他了，不好了吗？好了，这么快好了？我听说了，我听说什么？我听说就是说他那个料嘞，那个。我听说他说这个热料压的压的压压的，他知道这个盐里面，盐的天大家挺那个坏的，他的窖里面的料来着崩了。关了，关了，到了，关了，可以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